车主上面跟下面都有开外推窗，让车子保持良好通风。这边则是加水孔，我们清水搭配60公升污水40公升，下面则是户外插座。另外一边也是上下都有开外推窗，这边则是户外110电源到营区可以接110进去供车内插座做使用。车主是位退休的美术老师，准备开着这台车到处游山玩水。客厅模式介绍，那车主喜欢揪三五好友一起到车上泡茶聊天，所以这次的行动桌我们有设计比较大一点，主要是方便车主可以泡茶以及在旁边工作。行动座旁边有帮车主配置一组插座及排水管，那这排水管就是方便车主可以把茶水排进我们的污水箱。睡觉模式介绍，第一个前客厅模式，车主办公完之后，他可以直接去后面睡觉，是 OK 没问题的。前客厅模式下，桌子打着，一样也可以过来后面睡觉，这里适合170公分以下的人睡，那超过170就是要加这个高枕。大约加完会有190公分长。如果你两边都想要190，这个行动桌就要收掉了。露营车最重要的就是床椅，我们的床椅一定是让你可以平整好睡的。床垫的部分软硬适中，让你坐得舒服，睡得也舒服。这是我们两张单人床的模式，这边单人床是60×180，这边则是70×180。我们的床椅一定是平整，前后对齐，我躺给各位看。这边是适合女生睡，我现在示范这边70×180，这里又更大了，所以睡起来又更舒服。给各位看一下，我们车内所有电器设备都可以用手机操控。接下来介绍我们第三张的单人床，这个床是70×167公分。那我也一样示范给各位看。当然，你身高比较高的，当然要稍微屈伸一下，或者是睡斜一点。那女生来讲的话，一定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整个空间非常的大。今天你如果自己出门，不想翻床椅，可以直接来后面睡觉，很方便。后面这边有两个行动桌板，是我们自己设计开发的。我现在打桌给各位看一下。
那这个承载15公斤是没有问题的，我现在人上去压，桌子都不会晃。另外一边也打给各位看，那背面是白色，台面则是选择仿樱桃木跟椅子做搭配，后面行动桌板也可以让你办公。今天如果你累了想睡觉，电脑可以直接盖下来，放一些小东西，就可以直接睡觉了。我们行动桌设计的高度刚好，你在睡觉的时候膝盖都不会撞到。这边还有帮车主做隐藏式的投影机布幕。后方这边还有帮车主设计两个喇叭，让整个车内音质听起来会更好。喇叭旁边还有一个小型收纳柜。驻车冷气介绍，我们现在都把原厂的风箱拿掉了，装这种车挂式的冷气，行进间一样可以吹，是吃车电，熄火后它会自动转换吃锂电池。这台车配有1000安的电池，以及 Type C 跟 USB， 还有110的插座。左边一样配有110插座，搭配两个 USB， 这边也是一个 USB 加 Type C， 还有两个 12V 的点烟器。这次柜子下方有多气氛灯，可以调光。这边还有配有一个蛇灯。这是我们全新的卫浴格局，后面多了一个柜子，那这个柜子可以让你放一些东西收纳，柜子里面又更大了。这是我们卫浴后面有多一排柜子，那马桶是固定式的马桶，整体的空间还是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卫浴空间大一点的话，就要选择我们的卫浴旗舰版，就是马桶会在后面一点，但是就会少了这一排的收纳柜。我们使用的是德国防水浴帘，防水效果非常的好，也不透光。如果使用一般的浴帘，你身体一湿，浴帘就跟你的身体黏在一起了。那我们的设计的浴帘，让你在车内洗澡，身体都不会碰到浴帘，非常的舒服。卫浴后方还有配有晒衣绳，方便给车主晒毛巾。说的话很简单，打开之后缓冲它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如果你是这个版本的卫浴，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收纳柜。
。